你的猫游戏，国王游戏，国王游戏，我们石头剪刀布，然后输的人，赢的人让输的人干一件事，可以啊，来，好，石头剪刀布，任何人都可以吗？你随便，我就让你干一件事，那，你公主抱老秦。这个不是你们两个的惩罚吗？哇哦！我是不是撑不住？这个节目现在是自由环节吗？现在是休息环节。我不玩了，你爱找谁玩找谁玩。你爱找谁玩找谁玩吧。然后我们换下一个目标，就是让肖哥呢跟徐梦洁玩。你跟他玩，你要解释吗？他不玩了，我跟你玩一个游戏。 还要换动作服？一个场外的人一直在指他走，然后让他进入到换衣服的环节。还要换动作服？跟我走。好，这个游戏。戴耳机那个带麦那个，记错我了啊，就是，记了生气了啊，就有点掉脸了，表情严肃了。那一定要去吗？猫猫。我们简单玩个游戏，开始输了，说什么？就指派一个任务，来，剪刀走。啊，你去。等会儿，我先去换布。我已经赢了，就把这个轮玩完。我赢了，对不对？你去公主抱秦潇潇。随便，抱不，无所谓。不，你已经输了，你赶快去抱，快快快快！哈哈哈哈！我什么游戏？公主抱，公主抱，我已经赢他了。走。啊，你输了。公主抱一下，公主抱一下。你总输什么？你为什么老是被公主抱？ 你能不能换一个？来来来吧，你能抱动吗？可以，我力气大，真假的？力气巨大，我也可以背，我可以背，我们可以辅助一下，就公主抱，就公主抱。他每次把胳膊要抬起来的时候，那是哎走了走了，每次要抬着哎走了走了，不差这5分钟，5秒钟，好吧。 我们可以辅助一下，就公主抱，就公主抱。你别说话，你这都是什么？试一下啊，试一下。你抱动吗？我可以啊。来吧，试试吧，我撑嘛。不是，你先撑一只脚。对，一只脚。然后你再另一只脚。哎，我挺有劲儿啊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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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！在这儿吧。 我说两句，徐梦洁，对不起，我没别的能说的，对不起了，辛苦了，这两这今天这期，好棒，好棒，换动作。